猫头，他开心吗？特别开心吗？老张，不拉我。我跟人说我拍，他仨先唠着，我上去换班。等会儿 ，Why for that? Why? 对。在前面那路，他已经不行了，拍视频，所以只能没法帮忙。推呀！哇！我去！看我们啊，多少人？都看着我懵了，啥路的？三路店。今天我和我老丈人没起来晚，又开始出来抓野猪。因为我老丈人是昨天的生日，所以他准备了一些甜点，还有一些吃的喝的。早上一早赶过来等着队友。小木屋的墙上挂的都是团队过往的合影，里边有一些人已经不在这个团队了，因为各种各样的综合原因吧，人品啊、不专业啊，或者是胡搞乱搞，就被团队这个整体给投票拿出去了。这个不开玩笑。因为大家在一起呢，也确实是以猪会友，也需要一定的专业性。打野猪这个东西呢，哎，说它安全它就安全，说有风险性它也有风险性。你要乱搞一些事情也不太对。头骨，这个是真的。这团队以前抓的，看这个野猪獠牙多长，我就见到过一次，就是我们去抓了一个新鲜的猪，它牙有这么长，比较少这么长的。今天雾太浓了，我跟我老丈人就这样开着车穿梭在这个村里边。开始到处寻找一个脚印，这边住的都是人家，野猪晚上就从这儿下来，来回下去啊，也可能上来。队长上次弄了个300多斤的猪，把这放机器盖子上，这现在都挖下去了，纯让猪给压憋了。还好这个车不值钱。哎呦，这个新鲜啊，大家看到没？但是双黄呢，这一下这两下，这怎么踩的？往前走了，走到那边，队长在那儿。这些村里的村民啊，一看我们出来，我估计都躲家里了，都不敢出来。经常有人说野猪多可爱，你们不应该这么做。我给大家看一下野猪的破坏力，这个是人家围起来的，里边都种的东西，全这个铁栅栏让野猪给拱开了，进去就一顿祸害，一顿拱啊！看，这硬生生给干开了。野猪脚印能看清吧？这儿，那旁边也拱了。这铁网啊，这新弄的，这一晚上功夫就这个样。这。野猪大部分时间如果多了，它就是破坏性很强的。老丈人掏家伙了，他就喜欢放在车座后边，或者放这后边。我刚才找的野猪基本位置已经锁定了，然后他们再去检查一遍，然后又给我扔车里了，让我在这看东西。我现在感觉我属于是意大利第一军火亚洲库管。哎呀，收拾好心情，大家准备出发。视频前面的你们，马上开始了。现在开始总结这个猪的方位。都检查完了，全都准备就绪，看看今天有没有收获啊。我老丈人在写自己的小本儿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儿，你出来的时候必须写上。今天我俩没带笔，所以他用这个树枝儿，看他用火点那个树枝儿呢，当笔烧成炭。这东西必须要写，如果你要不写的话，警察过来查你那个问题会很大。所以抓野猪这玩意儿也不是乱打的，有那么一点贝爷的意思。最原始的方法往往是最有效的。我刚才还琢磨着让他站在地上的土写。我跟我老丈人在这个高地上面，不过现在看到视频里边下雨了吧，这一点点小点儿。我老丈人把这个雨伞挂在这个小树苗子上面，我就依着后边坐着。然后野猪等会儿可能从那个地方跑出来，又可能从这个地方跑出来，我俩是在这个小土包子上。开始了，狗追过来了，在那里边。我去！我下来了，刚才我老丈人那一下子打他屁股上了，从这儿进去了，打屁股上了。我看能不能给他拿出来，给大家看一眼。刚才从这儿跑进去的。哎呦我去，这里边还挺深的。啊，在这儿，看到没？
我过去，大家离近点。哇，这太滑了，现在全是水，看到了吧？在这个地方，我老丈人给放倒的。要不说这个野猪啊，很顽强，那个一下有时候放不倒，除非在脑袋上。这不好往外拿呀，我看看，今天这个路啊，真不好走。我这个鞋都灌包了，有一只那只，哎，怎么说特别大那个跑了，然后让别人给堵到了。反正都是一个团队的，就是团队作战嘛。然后今天一共收获了五只，等会儿跟大家集合。我跟我老丈人俩这个猪整不上来了，100公斤啊，至少。刚才看着挺小的，但我俩一顿拽没拽上来，现在就在这后边了。对，在这后边。天有点黑了，我们俩现在摇人了，现在有队友开车过来，我现在衣服全都湿透了，我的鞋也湿透了。啊，再飞了一圈。猫头，他开心吗？特别开心吗，老张？不打了。等会儿我们队友来了，帮我们俩一起运回去。今天五头啊，五只。有些人可又要说了，你看你们大老爷们儿，100公斤的猪弄不上来，下面是大水沟的，现在这个地都老滑了，我的鞋不是防水的，现在都灌了包了。根本就一拽它，我是能拽动，但是这个上坡根本就借不了力，脚踩就出溜下去了。现在天已经黑了，我们给干出来了。你们看看多大！我跟我老丈人是捞不动，仨人捞都吃力。这比我半个人面积高。这个得核算斤的话，得240多斤，100公斤肯定有了，只多不少啊。原始的方法啊，这地方车也进不来，确实不好弄。我帮一下吧。天佑的，谁？走，拜。哎，不忘了。这两个人抬着直晃的，看这俩人晃悠的，我没办法，我拍视频，所以只能没法帮忙。哎，累秃秃了，我上去吧，我也别拍了，我上去帮你拿一下。都累尿裤子了。这只是第一个跑那个，下面有点黑，看不着，他在那儿挡着呢，拿不上来，这个太大了，太大了。谢谢万般。我们四个人估计都搞不定，天都黑了，雨哗哗的。可以，我来。哇，妈妈咪呀！天开始冷了，大家看那个热气呼呼的，放在猪嘴上。这是那个，就是第一个出来那个巨大的，然后从那边跑去，在这边被拦截了。Voi li aspettate che proviamo, ma non ce la facciamo per chiamare. Sta perdendo tempo a fare. Se non vieni con giovane pure tu bene. Vai! Vai! 看这家伙，这个400多斤，将近500斤了，只多不少。从这沟里捞上来太费劲了，我们四个人。看看我的脚在他身边都很小很小，看到没？是，又发修费了，那是为了。我跟人说我拍，他差钱捞着，我上去换班等会儿。Why for the why？ 对对对，对对。对对对，我是喊那个猎狗的，让我喊他仨。Why？ 对对对对对 ，for the for the why？ 我太坏了，我给他仨喊没劲了。哎，我你捞不动了，你捞不。哎我去，上去啊！再来又到四个小时内。是 ，OK 啊，再说飞机都被丢，哎呦大嘞！我们不行了，我来一点，猪太大了，实在弄不动了，我先歇歇。我来，我天！哇，他们走两步马上停下来，根本走不了。啊，这又被腻了，这。那收了，再来一个。Carmine! Solo prendere, va bene. Carmine, senti, Carmine! Ma io non posso andare. Ho patito. Vai vicino al cinghiale. Vai, cara. Ci vai, cinghiale.
到河边了，都三百年都过去了。我给他们照个亮吧。我现在一呼吸感觉要昏过去了，太大了，里边已经放了一头了。你这是在吃泡？下雨。La Madonna cuando empecé a hacer. Oye, me había tagliato. Y un bachata sacazzi y cosas acá. A checar si pese. O falle y así es hoop.这沙里边都黑了，大家看我的鞋，透透的，这都成什么了？啊！这两头猪把这个车压的都过不去了，我们给让开，他们要冲一下。啊！放下！快别的，快别的，上！这放都放都，哇！又别了都！数字输给了没他奶，看不见，哇！大树林的大山沟子里一点灯都没有，还有腿吗？别的吧，看都没有路。这日本的小铃木挺猛啊。完，我已经迷路了，这是哪儿？哈哈，先走吧。来给大家看看几头，一头大的，都是大的，这一头，那一头，还有一头还没回来呢。现在发电机还没落着。罗伯特的鞋跟我一样，他这是好。Master J， 那不是干啥了？他没有。啊，那都哪路？用水冲，我这个不行，我再出去灌包了，我这个不防水啊。看这帮坏鞋的，我们几个干活的。去，这就是今天的收获，个头全不小，这个太大了，那水冲一冲。我现在浑身发冷，因为这个下雨下的，外边还在哗哗下大雨，我身上全浇湿了，然后再加上出汗，我就跟他们一起抬那个最大个的大野猪。这个是我老丈人放倒的，这个是第一个我老丈人没打到，他跑了，把别人给弄倒了。啊，等等，大家都挺开心的。看这个野猪牙比较大啊，这个、大家伙，这个要是不嫌麻烦的话，可以做个项链啥的，但我们都不要了，全扔了，忒大了。看我们啊，多少人？哈哈，都看着我懵了。啥路的？啥路的？啥路的？我现在冻得不行，大家看。我这个衣服全让今天浇湿了，我这个羽绒服浇完了之后就这么一点点全湿了，这都一转都出水了，帽子也湿了，我刚才我老丈人把他的衣服给我了，在车里边这一捏都出水，全湿，太冷了。我跟你们说真太遭罪了，抓猪这个事儿一点都不简单，而且特别遭罪。你们看起来那个视频里那个猪不点不点的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四个大老爷们硬拖，拖的我们都快虚脱了，给拖回来，拖了有半个多小时吧，拖到车那儿，因为车过不来，那个路啊全是泥往下炫的，车进来就雾住了。我穿上我老丈人的衣服，他又揪我一把。我老丈人过生日嘛，这不给他们拿了很多甜点，今晚还要煮面什么的，等会儿还要喝酒分猪，我就不能在这儿久待了，因为明天早上我要早起和我家三妹去别的国家。我现在身上衣服全都湿的，所以怕我感冒了，明早上起来赶飞机出问题，所以今天我就不给大家继续录下去。这个我现在头发全都湿的，然后裤子虽然我老丈人给我的衣服什么的，但是我裤子到内裤全都是湿的里边。现在我就准备回去了，那大家记得喜欢我的视频订阅点赞加转发，然后有什么想说的给我留言。我最后总结一句话，抓猪真的不容易，大家看起来一个视频就这样过来了，但是一天我跟你说太遭罪了。行了，为我的不容易给我点赞留言转发支持一下，拜拜，下期视频再见。